终于大方放闪秀恩爱了。1月18日，潘玮柏在社交网站上晒照为老婆薛云庆生，并霸道式发文称：“坐我对面的你给我听好了，忍很久了，生日快乐啊，哈哈，天天开心。”然而为老婆庆生，潘玮柏却晒出自己的帅照，不过看着视角，应该是老婆薛云给拍的吧。随后薛云也在社交网站上更新自己的庆生动态，披散着秀发的她在老公视角下十分的温柔恬静。随后切蛋糕的时候，薛云又换了一套造型，坐在沙发上，一手托腮，一手切蛋糕，模样清纯的她好似少女一般。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难怪潘玮柏舍得放闪秀恩爱了。据悉，潘玮柏在2020年7月跟空姐薛云结婚，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女方配不上潘玮柏，甚至一度不看好两人的婚姻。所以自从结婚后，潘玮柏和老婆薛云也鲜少同框秀恩爱。如今潘玮柏似乎已经不在乎外界的流言蜚语，主动秀恩爱，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和薛云就会晒彼此的照片以及夫妻合照，高调撒糖了。期待他们合体放闪那一天。